启动。哇，我这样好像戴了一个眼罩，可以帮我上个马赛克吗？可以。啊，就是那个，我想要讲，我的室友森森林兰，他真的挺色的。就是那个某一天呢，我的室友他买了一件新的睡衣嘛，然后那个睡衣就有点古风的感觉嘛。然后呢，他某一天就是换上之后呢，就跑来我的房间找我，然后跟我说：“玛丽，这件衣服真的很好穿。”然后我就：“哦，好酷哦，这个就是汉服的内衣吗？”然后他说：“对。”然后他就把衣服掀起来，但是问题来了，他忘记他里面没穿。然后我就啊，宝宝，你知道那个你里面没穿吗？然后他说我，我没有掀那么高吧。然后我就哦，可是我是坐着你站着，所以哦哇哦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用那个当马赛克吗？这样如果我知道有很皮的烤肉妹想要剪精华的话，他就会顺便让所有人知道四月四号马里奥新衣装。看到一半，但是好大哦。